Kowalski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数万歌手的十七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现在视频创作者是越来越多。然后像我身边有一些用微单拍摄的朋友，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微单相机的监视器界面有点太小了，在拍摄的时候很多细节会看不到，导出来之后才能看到画面里面的一些瑕疵。那对于这种情况呢，我们通常会外接一个监视器。那市场上有很多监视器是5英寸的，还有一些就是导演用的那种比较大的那种监视器了。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不大不小，而且室外使用也看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监视器，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这一款百视悦 27S 7寸的监视器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吧。打开盒子呢，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收纳盒，我们打开收纳盒看一下。这个收纳盒打开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样子双层的一个设计。打开拉链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这些线，那这一根就是一个 D-Type 12伏的供电线，然后这两根分别是，这个是 HDMI Micro 的线，然后这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 Mini 线，大部分微单使用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边呢还有一个现在比较火的一个蜗牛云台，看到很小巧的，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出尘布。这个就是说明书，一个 SD 的一个卡，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遮阳罩。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。 27S 采用了 OCR 全贴合玻璃，高透反射还原真色彩，屏幕的设计是比较简洁的。我们来看看它的顶部，顶部分别是指示灯、电源开关、1/4的螺丝扣，这边是通道切换，可以选择 HDMI 和 SDI， 然后这边是静音和退出按键。这边边缘位置是一个波轮，可以在菜单中进行选择。这一边的侧面分别是 3.5 毫米的耳机接口和 HDMI 的输入输出接口，另一边的侧面是 3.5DC 电源，可以给它供电。下面是一个 SDI 的输入输出接口，让 27S 可以搭载专业摄像机使用。背面是采用双电池的设计，总共两个 F 口，这样持续时间就会长一点。而且双电池的设计能够在没有插上电源的时候做到不断电切换电源，保证拍摄正常进行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对于一些专业的制作团队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拍摄最怕就是设备到一半没电了，而这个设计呢可以多准备几块电池轮流来使用。底部有一个 SD 的卡槽，这边送了一张 SD 卡，不光可以给我们的监视器升级，而且它里面还自带 LUT。这个 LUT 可以在菜单键里面选择，然后在监视器里面查看就 OK 了，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。选择好之后，后期就省得再去找了，直接挂上去就 OK 了。它的屏幕可以达到1000流明，在阳光下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像素密度403 PPI， 色域95% NTSC。它的屏幕是支持触摸的，像这样可以放大和缩小，灵敏度是非常不错的。同时它带有 HDR 的监看，而且它这边有光感的感应头，就是会自动降低屏幕的亮度。但是这个的话要在关闭 HDR 才能使用，然后它在满屏状态下会有4个图的显示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屏幕这边左下方的一个音频的一个显示图，这个显示图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录制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录完之后会发现素材没有声音，这样就既造成了工作量的增加，也造成了一个时间上的浪费。然后我们这边右上角是一个亮度的波形图，我们单点一下它会变成一个 RGB 的波形图，然后这一块呢就是直方图，点一下就会变成一个 RGB 的直方图。那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矢量图了，整一套操作都使用同一个 UI 的设计就非常的方便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曝光辅助、聚焦与构图、 LUT 设置、显示设置和系统设置。我们拿这个曝光辅助来说，它里面有直方图、波形图，然后这边的直方图就是对应着我们这边的直方图。那我们点开直方图来看一下，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这个关闭的，关闭之后就不会再显示了，就不会再显示了。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个亮度直方图或者是 RGB 的直方图，
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显示的直方体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选择它显示的位置，比如说你要在它的左边、上面、下面、左上、右上、右下，都是 OK 的。根据你的需求来调整位置就一样就可以了，只要根据你的需求来调整它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下面这几个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整个界面都非常的简洁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。作为一台准专业级别的监视器，乃是以 RTS 分辨率高、亮度高、自定义 Vlog、 触控操作等很好用的功能，可以帮助 Vlog 博主或是影像工作室，比如说微电影拍摄剧组更好的完成拍摄。尤其是使用微单拍摄的人，不光是拍视频的时候可以用，我觉得直播的人群也是可以用到这个监视器的。相比微单或者小型摄像机的屏幕，监视器的观感实在是好的太多了。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，那大概就是它的那个双电池的设计可能会有一些些重。那其实我个人使用的话，我是觉得还好，我是没有很大的感觉，因为我装的是那个 F970 的电池，续航能力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所以它的重量呢，我是就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了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是女生使用，觉得970的电池太重的话，可以选择 F 卡扣的其他电池，比如说 F550、570和770那些。不过在意的如果是续航能力的话，还是建议用 F970 的电池，毕竟监视器这么强大，稍微重一点也不是不能接受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价格，它的售价大概是在2000元左右，可能对于刚接触这一领域的人来说会觉得有一点点贵吧。当你创作出一个好的作品的时候，那种喜悦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当然你在使用中如果是说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啊，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今天的百视悦 RTS 监视器的开箱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数万工厂的十七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